蛮，那右边就好细好细，好细好细，蛮好细好细的，这还抖一下。抖的时候通常用放松一点哦，不用真的去抖得很厉害啊，这看起来会很怪。蛮。屋上面要写的紧，然后再顺势做一个拉开的动作，然后它这里面字写的非常的方挺，写的非常的方挺。屋，中。点画要清楚，慢慢抬高。刹车带回去，撇优雅的撇，蓝叶撇，然后左低右高，中，拉前饱满。这个步的抖的还真是凶啊！还是回归我们之前讲。抖就是放松一下就好了，不用真的抖得那么响。人家是真老哈，我们不要装老。郑一墨这时候是老的，那我们不能装老，我们还是年轻啊。边写的轻，前举抓得非常的稳哦。然后这边他写的倒是写的很大，大到超过我的想象，我觉得略大了点，因为这样觉得这边空隙就多了。不过还好他把它写的比较重。好，底，锅，锅，很好洗。这边也是写的轻。这里才开始变重，方力而重，然后这边又轻，写的轻，然后这里又来一个重，锅，零就全部都偏重了，我这这在这里面这一个字是属于分量比较重的字。零，中也算是比较重的，重的时候就重按，下面开始变轻了一点点。中这个点的方向都实在是这两个点进的方向一致，中。